啊，两次十连抽都已经 ending 了，哇，哇哇哇，终于讲完了，那再来，啊，好崩溃哦，终于把它都 ending 了诶。再来会跟你们提到，就是讲一些比较深入的东西。哈，是假的啊？有搞错吧？金币做主，你讲会出来 ？OK， 变装啊？那你我们还要活吗？这是我公会吗？各位啊，我也创一个公会，哈哈，才几个人呢？加了无需神币啊！欸，回归重点了，重点就是完全介绍一只角色吼。哦，我记得这只还袂讲的啦吼，兽王爪机。OK， 那我们本集影片就到这里了。要讲本集的重点就到，哎呦，哎呦，最新送音速索尼克，这样我们已经七天了，送走一天啊。哦，我都没有领啊。嗯，该下什么活动好了？福利可以做什么？啊，这个嘛，这个嘛，主线进来我已经打袂掉啊。今日恁看，今日大家看狮王的实战好无？卖个嘴炮啊！来，狮王的实战。哎，这游戏可以去买当介绍角色啦。哎，给我介绍线上玩家，弄一下，视网底右下角。哎，左下角。OK 了。这集就这样子哦，信息场也差太多啊。那怎么看那个线上的玩家？对，这里。